好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乐实验室。那么我们由于这个上课时长的原因呢，我们这节课接着上节课的内容，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些同学开口音比较好，但是闭口音呢特别头疼。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专门为大家设计了一个练声曲，就是从开口音啊，然后转变成呜，再从呜找到吁，从吁再找到一，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一个稍微慢一点的练声曲，达到我们从开口音最后转换成闭口音这样一个认知过程。我们实践到这一条练声曲中，首先先看歌谱，非常简单，也就是说我们把这几个音对照进去，会出现一个。发现我们这条练声曲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口气把这四个音从开口音直接转换成闭口音。大家一定要记住，中间是不可以换气的，这是我们的最起码的一个要求。如果换气了的话，大家就会重新起放，那这个时候我们这条练声曲就失去它练习的一个目的了。一定要记住，不可以换气。不可以换气的同时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上一条视频啊，我们有讲到过不同，比如说呜、吁、一这四个口型的要求都是非常明确的，都是不同的。大家去学习完它的变化过程以后，我们再开始练习就会非常非常的简单了。好的，我们现在开始。这条练声曲呢，气息，唯一可以改变音色的就是气息。气息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魔法棒，我们只要用好气息呢，其实可以掩盖很多很多我们每个人声音上的一些缺陷或者问题。好，大家在每个音变化的过程中，如果感觉快完不成了，好，加大你的气息量，它就滚过去了。当然说这不是说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在逃避，但至少说它可以帮助你完成很多很多自己能力范围外的东西。好，我们接着往下练啊。提醒大家一句，就说这四个音，大家在唱的过程中，不要让别人听出来你在故意的去转换这个音，也就是说，不要出现啊。
我们不要自投，我们要让别人感觉到我们在转换这四个音的过程中是无意间进行转换的，而不是说从啊呜吁一，不要让他听出来这四个点的存在，要整体就像一条非常漂亮的丝带一样把它连起来。好，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下行。收获呢或者说是在练习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其他的困难，都可以给我留言写到我们的评论区，我只要看到的话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好的，各位朋友们，我们下节课再见。